雍正八年1730年冬天，整个京城没有雨雪，这是来年大旱的征兆。雍正九年，紫禁城内一座打破明代和清初后宫建筑格局的殿宇开始修建，这就是位于中轴线东侧东六宫南端用于斋戒的宫殿斋宫。斋戒，洗心曰斋，防患曰戒。自古以来，凡为帝王祭祀前都当斋戒自省，以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。斋宫一般都设置在庙坛，按照礼制规定，冬至、祈谷、余祭等重大祭祀前，皇帝要斋戒三天。雍正自即位开始，每年冬至祭天他都亲力亲为，直到第八年。雍正七年的冬天，皇帝得了一场病，病后体虚力乏，削减了正常政务活动，包括来年的冬至大祭也改为派遣官员代祭。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，京师未得雨雪。雍正认为这是对于自己敬天不周的惩罚，苛责自身，认为应当虔诚修行斋戒。传说因皇位之争而树敌的雍正，不敢在天坛斋宫中一人独宿三昼夜。为了确保起驾平安，雍正九年，他下令在紫禁城内另建了一座斋宫，叫内斋，将天坛内的斋宫叫外斋。从祭日的前三天开始，他在内斋独宿三昼两夜，在祭天前一日的夜间十一点钟，他才从内斋移往外斋。算起来，他在天坛内的斋宫只停留四小时左右。戒者禁止其外，斋者整齐其内。皇帝斋戒期间，不但要沐浴更衣、独居，还要戒其嗜欲，又不理刑名、不宴会、不听音乐、不入内寝、不问及扶丧、不饮酒、不吃荤、不祭神、不扫墓等诸多禁令。明清两朝，皇帝斋戒期间，各宫殿要悬挂斋戒木牌，皇帝和陪祀大臣胸前都佩戴戒牌。太常寺会在斋宫单壁左侧供设斋戒牌和斋戒铜人一尊。相传斋戒铜人是仿照唐朝大臣魏征的形象铸造，他以直谏敢言而富有盛名，时刻警示皇帝来此斋戒的用意。除了对行为的约束，斋戒更主要是为了德行的反省，要求皇帝在一年中仅有的几日
可以放下杂念，正心诚意，整洁身心。反省为人之本和为君之道。